0626，不是哦，我输出，我虽然说我死成这个样子，可是我输出一定很高的哦，我输出一定很高的哦，你们可以知道到底谁有在做事情，好不好？我是觉得其实我已经打得挺好了，你们要这个样子，我是没办法。我觉得其实我已经打得很棒了啦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我这刚刚那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我一个中路，我能做的事情有限吗？我一个中路，我能做的事情有限。你不能要求我是一个雷之中单，那个飞斯大我，然后那个嘉文大我，那路路跑上来变我，你还要要求我打得好？你不要对我这么多的要求啊，对不对？色盲可以打炉石吗？对不对？每一个人的那个标准不一样的。我那个中路雷之已经很可怜，我扛那个飞斯已经很痛苦了。嘉文跑过来戳，跑过来盖，那路路跑上来强奸我，哇！我还能怎么做？我还能怎么做？哇！不是哦，你看，你真的不能全怪我。我觉得这一把就不是我的锅哟。我觉得打很好了，真的很好了，应该是打很好了啦。他们都那么戳，你要我怎么赢？对不对？给我本尊一直赢，为什么小号一直输啊？奇怪啊，我本尊一直赢，小号打这种八大场也会一直输哦，好扯、哦。啊，我觉得我已经打得很好了。什么白金场？这只影分有钻五哦，还钻四。这只影分有钻五钻四哦，太久没打了。排到的对手应该都是钻石，应该吧？真的，这把就不是我的问题哦。我觉得我已经很尽力了。